欢迎收看今天的《绝地求生刺激战场》，大家好，我是毛哥。那么今天毛哥也是继续带着咱的粉丝一起吃鸡，来吧，看今天能不能吃鸡成功。三二一，跳吧哈！咱那两个粉丝也是都是跟着毛哥跳的哈。这个好哈，这个咱可以等一下，手桥也守不了了，因为手桥不行哈。这把的话，手桥对面只有一个 N 港，等一下也可以带一座手桥怪哈。这把倒是什么站还不知道呢哈，应该是狙击战吧哈。因为我们玩的是一个速战速决，这是十分钟就可以吃鸡的模式，加油！但是要打好才能吃鸡哈，打不好那肯定是吃不了鸡的。嘿嘿，这边跳人了，跳人了，赶快！我去，我发现有人了，赶快跳，赶快！翻窗，看一下外边有没有枪，有没有枪，有没有枪，有没有枪？一手亮两送给咱自己。好的，这边有一个 VSS 哈，这把是狙击战吧，应该是。SKS 啊，这把是果断狙击战 ，VSS 不要，枪托拿上。哎，我去了，来，四倍镜的哈，在那二楼。我这个狙击战的话，一定要萎缩再萎缩哈。嘿，看哪边有人哈，我现在还没背镜呢，还没有背镜哈。现在我们看到人了，这边有个平底锅锅，又是一把 VSS。来，咱要的是连狙，来个这个手枪也行。哎，手枪有了，又是 VSS 啊！哎呀，我不想要，越不想要的东西他越给哈。一把迷你，好的，手枪一把，子弹5.56。哎，手枪捡起来，消音器的手枪哈。来，现在这个手枪真的是也是挺关键的哈。有时候这个手枪比这个狙击枪还厉害呢哈。加子弹。消音器的这个手枪哈，嘿，前面有打枪的声音，但是我现在还没捡到背镜呢哈。这个 P29 我感觉好用 ，P29 的话它的这个射速是比较快的哈，射速比较快，还没头盔呢，没背镜没头盔，走吧。没有没关系，让敌人给我们送。我看这个安全区哈，咱这边也是总安全区，先到一个房子里面去吧哈，到房子里面去。我感觉我这个跑怎么不灵了？感觉前面有人哈 ，S 走位，离得太远，他们也是不好打的哈，也是不好打的。给个背镜，我记得这里面的背镜应该是非常多的哈。来跳过去，二级头，又是VSS 哈 ，VSS SKS 哈，这个也是特别好用的哈。嘿，现在咱的东西也是已经 OK 了哈，啥都有了啊，四倍镜终于找到了哈。四倍镜，二级甲枪，垂直握把，这还有个四倍镜，咱就不要了哈。哪边有打枪的？这边这个方向，这个方向哈。哪边有人？哎，装四倍镜哈，装四倍镜。看这个方向有打枪的哈，看到了，两枪、三枪、四枪、五枪，他有队友哈，再来一枪。再来一下，打你屁股！我去，是不是啊？淘汰了！我感觉是不是打他屁股上，他有平底锅，是不是？打了好多枪都没打死哈！来，继续就是找哈，找这个狙击战的话，真的是一定要萎缩一点哈，找个点儿，看哪边有打枪的，你就是往哪打就行了哈。迷你，就来个扩容弹夹就好了哈。SKS 它的这个威力是比较大的，因为它用的这个子弹的口径是比较大的哈，7.62的哈。迷你它不行，迷你的话，有点不行。有人吗？不要瞎跑，不要瞎跑哈，不能乱跑，最好是找个点躲起来哈。我们这边依然是安全区的正中心，来吧，就在这守了哈。在这个楼上守，就在这个楼上守啊，加油！哎。拖带板都不要哈，这个拖带板就是防止这个后坐力的哈，很好用的哈，真的很好用。嘿，四倍镜，这个只能在这儿哈，只能在这边了哈。来，蹲着跑哈，现在还有这个23个人的哈。你说有没有游泳的？好多人有好喜欢游泳哈。不要再跑了哈！现在咱不差什么东西了，看到没有？枪，随时都有枪，现在就差这个巨人了哈。等着，
不要乱跑，不要乱跑哈，就在这等就行了。我看看这个图还有多大哈，又开始缩图了。哇，下一波图是缩哪哈？如果我们这是绝命圈，那就太好了哈。如果要过桥的话，那就不爽了。别让我们过桥，别让过桥，都缩了，别让我们过桥。嘿，刚好也是安全区这边。哇，但是要缩到这个桥另，等一下要缩图，我感觉要缩这片了哈。这个的话挺牛的，但是我们跳的这个点居然没有人哈，没有人，一个人都没有哈，没有人，是不是？这一点的话就有点小伤心了哈。再蹲一会儿吧，再蹲一会儿吧哈，我们可以再蹲一会儿。这个毒缩的，我感觉人的话应该是在这个，哎，嘿，打枪的。消音器哈，带消音器的哈，应该是我们的队友打的哈。看到人了没有？没有人哈，我也是等的都不想等了。这是什么样的消音器哈？消音器手枪。嘿，前面打枪的哈，前面这个方向有人。嘿，没看到呢哈，没看到呢哈。注意盯着哈，哎，找到了，我去。嘿，站起来，站起来就弄死他啊！嘿，再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，露头。嘿，不转头了哈，不露了哈。实在不行，咱就冲过去打他去哈。现在这个狙击战的话，都是特别特别萎缩的哈。想打一个人的话，真的是挺难的。走，冲过去，看到人不要怂，必须弄死他哈。拿咱的小手枪。连点，我点死你啊！我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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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这边还有一个，好的，漂亮。你看，咱这个枪的话也是特别稳的哈，还跑还还还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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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加点子弹，七点六子弹捡上，98K 就不用了哈，98K 因为这我用不好，太水了哈。继续，两个了哈，到现在才杀了俩人，哎呦，哎，在这。这个打死的挺逗的哈，三级头，三级包，我，是，在这，好的，这个直接死掉，他应该是没队友了哈，我想要他的三级头，知道吧哈，我想要他的三级头，现在人多了哈，现在开始人多了哈，打个急救包，我看上他的三级头了，好的，三级头。我看他三级头在哪呢？哎，三级头不会，我不会给他打掉了吧？这边，急救包，我把他的三级头应该是打掉了吧？应该这是。饮料，喝一瓶饮料，等一下。哎，还有这个，好像还有一个这个补偿器呢哈，补偿器被咱队友已经拿走了，非常棒，顺利的三杀。看到人了没有？来，咱先打点这个喝瓶饮料。全息有时候这个还装不了，装不了，只能装红点吧，应该是哈。小米子弹，哎，小米子弹不能丢，这个7.5的可以丢掉了哈。喝瓶饮料，来再来，应该是看到人了哈，我们这个队友应该是看到人了。毛哥的手枪，消除了，游泳的，嘿，去死，漂亮，SKS 还是比较好用的哈。游泳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好多游泳的哈，游泳高手。在这还有一个哈，预判一下，再冒他烟，嘿，没打死他，再来一下，好的，他应该是有队友的哈，打头，再来一枪，这个压枪的话很重要，但是我就是压不好哈，前面还有人吗？我看一下还有人吧哈，630也是拿了六杀。这他自己人哈，自己人，在这边撅着屁股捡东西的舔包呢，而且这个舔包的速度也是相当快的。来，在这蹲一会儿哈。哎，前面有发现一个游泳的，看到没有？已经被咱的队友已经给打死了哈，已经打死。但是真人马上要出来了，我感觉这都是些刷的人哈。
好的，真人马上要出来了哈，小心，咱要这个躲在一个房间里面去了哈，躲在房间里面去了哈，加点子弹，快躲快躲快躲，他们两个也是杀起来，这个杀勇勇的也是杀上瘾了哈，加油加油，我看咱就是到哪个房间去哈，嘿，前面发现一个人，看到没有，一枪两枪，没打死。加点子弹，他是肯定是站着不动，在换什么东西呢哈？结果是连续打了两枪没打死，加油继续加油哈！咱去把他给弄死去吧哈，把他给打死去哈，省了咱队友。等一下，这是肯定是一个真人哈，肯定是一个真人。看看前面还有人呢哈，我又发现有人了哈，看到没有？前面还有人呢哈，我看他往哪跑。拿着手枪，拿手枪。嘿，止疼药。我看他往哪跑，往哪跑哈。在这边，在这边，在这塔房、厂房这边，厂房那边哈。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现在还有9个人，但是我明明看他这边有一个，但是跑哪去了不知道哈。现在房间，来来来，把这个药打药打药。这也是最后，哎，看到了，这个，深一走位，看到没有？哎，嘿，再来一枪他就挂了，再来一枪他100%挂。哎呀，这个狙打的练的就是还早着呢哈，还继续还要多练练。来，赶快去，走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，撤退。因为那边三个人哈，那边三个人哈，赶快走，赶快走了。咱的队伍也是没有来哈，他们两个也是没有跟上，没有跟上魔鬼的步伐。走。哎呀，就差一枪，就差一枪哈。蛇形走位，让我逃过一劫。我感觉都在下面，都应该是都在下面的哈，已经开始速度，赶快来跑50多米。嘿，看到没有？房子里，房间里边，房间里边哈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海水这边有俩人，但是我感觉那人应该是假人吧？这，在这呢哈，趴了，是趴了还是躲在那儿了哈？没有，看都人都在这哈，三级头。我去，我一枪都没打准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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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两边都有人，看到没有？完了，这枪打的哈，哎，就这个黄衣服的打了半天没打死他，结果还是死掉了哈。你看第二名，还有一队人哈，好可惜。那好吧，咱今天的视频到这要结束了，喜欢毛哥视频可以点下订阅，支持下毛哥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